好好。哇，这吃好快啊！加油，爸爸！哇哦！欢迎来到这张节，这个芝麻，大家如果追踪我们追踪的够久的话，就还记得，就一年前的时候，芝芝跟芝麻就曾经一大早把我叫起床，要我冲台中。今天这一集呢，过了一年吧，芝麻现在也长大了不少，就可以自己玩了，已经很棒了。这一集呢，我们要冲更远的地方，那就是嘉义，芝麻。我们等一下冲嘉义，然后你就冲进去跟妈妈说：“妈妈起床了，我们要去嘉义。”然后现在时间是8点出头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冲进去看芝芝睡得怎么样，然后直接把他挖起床，跟他说：“走，我们去嘉义吧，看他的反应会怎么样。”他应该说 OK 啦，应该是没问题啦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起床了。老婆，我们去嘉义。老婆，我们去嘉义玩。老婆，我们去嘉义玩好不好？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我们去嘉义玩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啊，你说好啊。就这小朋友刚刚冲进来跟妈妈说嘉义，然后我拍的时候他就不说了。那我们赶快起床，好，准备出发，化妆 ，Go！ 我们到嘉义咯，超远的，啪一下就到了，瞄一下，我们总共花了大概快3个小时哦，超远的，刚刚还中间去吃了个饭呢。好好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嘉义这边好好的体验一下他们这边的一些景点。这是哪里？跟一些活动。这边是竹鹿部落艺术村。哦，可是那个我妈买票。哦，我有票，我有票。等一下我来扫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你用什么？因为那个不是要买票吗？这个是嘉义好玩卡，你有看到吗？我直接用这 QR code 就可以扫进来，就是我特别去买的。走吧。这边的拿吗？这个是给。为他们吃的豆树叶。哇，好丰盛哦！好丰盛哦，我们去喂他们，走。哦，导览员的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导览员。对。我的名字啊，巴苏亚。巴苏亚是什么意思？在我们这个周族，它没有特别的意思哦，它就是名字。但是如果真的要问的话，我只能说那是非常帅的人才可以取的这样子。有，很帅很帅。幽默。那我们准备好，我们就往里面哈。好，我们准备好了。不会怕哈？他不怕。哦，很多小朋友都说不怕。结果要出去的时候，那个眼角都是泪的，哭过了。这个好温馨啊！他的这个鹿角，好棒啊！你好，芝麻奶奶，等一下。哦，小心小心哦。嗯，那里面又有很多别的鹿，你也可以往里面走。好好。哇，这吃好快啊！Andy， 你说 Andy。Andy， 好棒，好棒，好棒。先拿走，先拿走。谢谢。他很想喂，很想喂。你拿。哎，怎么丢在地上？你拿。拿好，好给他。我小跟芝麻一样，芝麻。
妈比他高哎。芝麻，你要喂吗？这只也好小。小公主抢走了。你拿给他，我先吸引他们。来，这边这边。来，你帮我拿给他一个，然后等一下再给。对，好好。等一下我先吸引过来之后，你给他们。好，芝麻来，奶奶。哼，这里这里。哎，太混乱了，太混乱了。哇，我们被鹿包围了。好可爱。而且有分大鹿跟小鹿，好多鹿哦。我们的树叶已经被喂光光了。也会吃地上的草，嗯，我对他们也是会吃的，因为我们有给他们下达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就是维持这个整个草地的这个平衡。嗯、真的假的？好厉害哦！看到这个都一样高，那个栏围栏外面的草都非常的高，哦，这个都非常的平整，这样子，真的很高哎、欸。不是兔子，是小鹿斑比。那我们跟小鹿说拜拜好不好？这边有一只小鹿，拜拜。小鹿拜拜，小鹿拜拜，那我们去看下一个地方吧。哇，现在来到了射箭场。这个是我们的原住民的这个传统比赛弓，比赛在用的。对，但如果是打猎的话就不会用这个，因为太长了。短短的比较方便。刚刚教练有跟我教了一下。好的。那我现在就来尝试我第一次的射箭。好的。哇，又打中靶。好厉害哦。哦哦，还要按爸爸。啊，好厉害啊，爸爸，你好棒哦！好厉害，爸爸。对啊。哎，我女儿是有在看我表演，好吗？啊。Give me five。芝麻有没有说好厉害，爸爸？好棒哦！啊，厉害，爸爸。你要喝这个他们的绿茶。哦，阿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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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阿姨。进去看表演了，对不对？咿哟啦，其实呢，是因为嘉义县观光局邀请我们来的啦。啊，我都不知道。就给你一个惊喜嘛。所以这个是冲来嘉义，对不对？其实是他们要请我们宣传，就是嘉义好玩卡。哎、我刚刚开始不是拿出那一个吗 ？QR code 去扫，对，就可以进来了。真的是很方便。嘉义好玩卡呢，其实是交通部观光局台湾好玩卡跟嘉义县政府合作推出来的。哦。对，你可以上网啊，就可以买到那些很超值的套票。非常棒。那那套票里面呢有很多东西，比方说大家都知道的嘛，嘉义有什么很棒的景点，阿里山游乐园区，还有曾文水库游湖、甚至还有故宫南苑，它其实通通都有。所以买套票的话比较优惠，比较划算，然后你就可以安排像我们这样子来个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，然后就可以认识嘉义。其实我今天才第一次来这里，我就觉得这里的环境很不错、欸，就很棒。刚刚表演的很棒，然后甚至还有射箭啊什么，然后芝麻玩的也很开心，没错。然后这边环境也非常的优美，真的。明天，然后继续去下一个点，就是我刚刚说的曾文水库。好。今天是第二天了，我们真的来到了曾文水库，好远哦。
是他们的观景台。上面有写观景楼。我们出发吧。走。哇！这边真的超美的。超美，而且它这个餐厅是360度环境都可以看得到的。对，这边是观景楼的餐厅。啊、嗯，很舒服。我们真的太久没有来到这种。就是空气这么好，这么贴近大自然的地方，对，太棒了。那我会去问一下他们那个游艇的东西。好，你好，是龙龙船长。龙龙船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龙船长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游艇的特色。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属于比较自然生态、嗯。那最近网络爆红的原因就是会看到山猪。还有老鹰哦，哎、欸，山猪跟老鹰、哦，然后另外如果是两个小时那一种，嗯，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钓鱼平台哦，钓鱼真的可以去钓鱼哦。对，那个钓鱼平台的话，就是我简称啊，老鹰的 7-11， 我会把那个鱼丢到水上面，嗯，然后老鹰就从他家飞2分钟过来，冲下去捕昏迷的鱼。所以我们可以享受到钓鱼，又可以看到近距离的老鹰。对，就是属于自然生态，很特别哦。所以小朋友也可以钓吗？小朋友最高兴。芝麻还太小了啦，他现在太小了。通常6岁以下的就不太建议，那6岁以上的话就是要家长。哦，了解。谢谢我们的龙龙船长。谢谢，谢谢船长，谢谢，谢谢。怎么说双臂？双臂有很看哦，双臂很看哦。我们来吃松饼哦。哦，芒果，好棒啊！哇，曾文水库真的是超级大的，而且好多地方可以逛哦。好美哦！以上啊，就是我们分享的嘉义游。对。最重要的是这次的嘉义好玩卡。对。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嘉义好玩卡有哪些好玩的地方，或者是有哪些 CP 值超高的组合，欢迎上网去搜寻。对，然后我们也会把一些资讯留在下面，资讯栏里面、嗯。不管是景点啊，或者美食，我觉得嘉义都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哦，然后再东西好好吃哦。对啊，而且搭配嘉义好玩卡，我觉得大家真的有机会、有时间，真的赶快来嘉义，用嘉义好玩卡去体验这些嘉义好玩的景点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哦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好哟，那我们这个章节，这支支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下次见，拜拜。好。芝麻那是什么？